向前冲，千锤百炼，梦想之上有征途，那会没有危险的阻挡？每一次跌倒站起都是成长，练就坚强。心中有许多梦想，渴望那冒险时光，把自信握紧手掌，英雄就是榜样。当使命从天而降，未来也充满想象，去远方踏风破浪，带上梦想起航，向前冲，千锤百炼，梦想之上有征途，那会没有危险的阻挡，每一次跌倒站起都是成长，练就坚强，向前冲，风雨无阻，梦想之上，初心的太阳绽放正义的光芒，勇敢挺身而出，拯救世界，实现梦想。向前冲，风雨无阻，梦想之上，初心的太阳前方的路会很艰难，你们做好准备。真的要走吗？既然如此，他也要爬到降神门。爬不动了。一步也不想走了。不公平！我放弃了。前面好像有人居住。可以休息了。我们去那里补给一下。老人家，醒醒！啊！嗨！啊！你们要穿过荆棘园，想在我们村歇脚？正是。哎呀，真难得呀！自从这片荆棘园长起来，这好久都没有陌生人经过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我们窝窝村在这世代生活几百年都好好的，这几年周围突然长出这些吸人体力的草，可把我们害惨喽。向神门种植荆棘芽，应当不会波及普通村落才对，恐怕是这荆棘芽生长速度飞快，超出了向神门的预期。降神门的人难道不老人家，我们会尽快解决此事。这位少年倒是冷面热心肠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们现在好着呢。此处并不适合生活，为何你们不搬离此地？说来话长啊，这荆棘园刚长起来的时候啊，村子里的大部分人就都搬走了，就连我们这些舍不得村子的老顽固也打算在村子被完全包围之前离开。但是爷爷快掩护我啊。左左右右有客人在，别胡闹。左好呀，我是左左，我要是右右。我们几个才走了一会儿就累得不能动了，他们两个小孩又蹦又跳，为什么还这么有精神啊？因为我们喝了大可叔叔特制的蹦蹦茶呀。蹦蹦茶？白天的时候只要喝一杯蹦蹦茶就有力气玩了，可惜晚上喝效果不好，我们只能回家睡觉。奇怪，既然是茶，为何效果却和降神门的秘制药剂一样？我们准备搬走前，村里突然来了一位茶艺师，
多亏了他提供的特制茶，白天的时候我们才能不受荆棘牙的影响，有力气干活。哎，太好了，我们正需要这个。哎，可以带我们去见那位茶艺师吗？当然可以，我们正好要去给大哥叔叔送饭。这就是大可叔叔的家。大可叔叔，我们来给你送饭来了。大可叔叔虽然有些害羞，但是人可好了，他一定会帮助你们的。我们去玩了。大可先生，你好，我们想要蹦蹦茶。我身上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交换。不要这个。这是什么？从没见过。有研究价值，就用它换吧。这是本王的大将，不能给你。哼。我乃将神门人，有要务在身，还请阁下通融。我等返回将神门后，定会派人送来阁下满意的报酬。将神门的人？请进吧。已经很久没有开门待客了，这里有点乱，不好意思。好浓郁的茶香。我是一个茶艺师，这些都是我制茶的材料。茶艺师？可你制作的蹦蹦茶却有药剂的效果。没错，这正是我追求的茶道，提取不同材料的精华制成茶饮，喝的时候不但能品赏茶的美感，还有不逊色于药剂的附加效果。这一排是大力茶，茶香浓醇，回味干爽，能让人瞬间爆发出最强战力。哇，这一排是沉梦茶，喝一瓶能连着三天三夜做美梦。还有这个最后一排才是蹦蹦茶，是为窝窝村的兔族特制的，用荆棘园特有的蚂蚁制作而成。喝了以后，白天有力气，晚上睡得香。哇，第一次听说这么神奇的茶道，真是太厉害了。当然，这是我独创的茶道。大可先生，我能试试那个能提高战力的大力茶吗？我想试试那个沉梦茶。不行不行，这些特制茶不能给你们。哎，太可惜了。大哥先生，我们只需要蹦蹦茶。这个倒是没问题，我的茶能帮助降神门人是我的荣幸。我还不是降神门人。不过很快就会是了。蹦蹦茶只在白天有效果，晚上喝的话每瓶只能维持20分钟的体力。你们需要多少？我们必须连夜赶回将神门，自然是越多越好。已经做好的恐怕不够，我给你们再现做一些。多谢。请你们稍等片刻。虽然大可的茶可以帮助村民们，但不是长久之计。确实如此，回将神门后，我会禀告将神，
让他尽快派人来窝窝村，除去这里的荆棘啊。大克先生需要帮忙吗？不好意思，我制茶的时候不能有外人在场，只能麻烦你们在外面等了。这是什么鬼地方？怎么越来越没有力气了？真的要栽在这里了。好难吃，又酸又涩。哎，我又有力气了，难道？又叫了，可算是活过来了。但我还想吃点别的东西。这么晚了，他们应该放弃了吧？那是什么？会飞的螃蟹，有点眼熟啊！糟了，找到你了！